这一件裙子不懂得怎么搭，直接搭我这一件这样上衣就好了。Hopping Silvery Grey， 很多人买了 Moon Miss 带走 Silvery Grey 吧。来，白色、黄色、青色，加待会助理会穿 Lime Color， OK？ 加待会助理会穿 Lime Color， 一共有六个色，面料一样是非常舒服凉爽的那个 cotton 面料， OK？ 它这一次呢，它前面加了拉链。OK， 然后有 collar 袖子，上围属于一个蝴蝶袖的裁剪。衣服这边下摆，它有做了螺纹面料修腰把 ，OK， 螺纹面料修腰把 ，OK， 后面是这样子 plan 的。袖子方折已经定位在那一边了，这个袖子方折定位了，就是你把拉链拉开了，不会走光啊 ，OK， 刚刚好，不会太低 V 之类的，把拉链拉开一样是可以的 ，OK， 把拉链拉。我这一件上面啊，我那些跑 marketing 的，在外面跑的，嫌热的啊，然后公司要求你们需要穿有 collar 的，我觉得这一件非常适合，因为有 collar， 再把它拉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 ，OK， 不会走光 ，OK， 面料很舒服，很凉爽，不需要打印，它就有那个打印的效果，因为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螺纹面料修腰嘛，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所以谁拿了，买了这个半裙 ，OK。pink color 的带走 hopping 来搭，就是、主播配搭是同色系，属于比较时尚的配搭，因为它的 hopping 是属于比较耀眼的哈。然后或者是你买了黑色，你不想这样素的话，一样啦，你搭这个 hopping 一样是搭得到的。OK， 我身上这个是 hopping， 我去换白色先 ，OK。来打高尔夫球的、啊，你要找有 color 的，对的，很适合，因为这个上衣的面料。一，它是大弹力，然后上身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它再加拉链，它只卖你59块，我告诉他，我想说上给车有给错加钱嘛，因为基本上我们是 plan 没有 collar 没有拉链都是59，现在呀、啊、加扣送 collar 再送拉链给你，一样只是给你59，哎，这样子的，其实它价钱会去到69，哎，65或者是68，现在59，要说错了嘛。我看多一眼了，真的，这个只是59啊，就可以带走，很值得啊，因为有 collar 再加拉链啊，所以说下场打球的需要找有 collar， 有还是说像主播讲，你一些可能你一些跑个定的 ，OK， 你就是说要找这种T， 可是要有 collar， 这个直接带走几个色吧 ，OK， 毕竟就是说会比较少有，加上这样 colorful 的颜色，还有就是说我们也比较少有，就是说衣领的上衣，来除了搭主播身上这个短裙，如果谁跟牛仔的一样是搭得到 ，OK， 上班可能说星期五你可以是吧 ？T 恤的话，你可以这样子 ，OK， 来搭牛仔。不是搭得到，助理身上那个是 lime color 啊 ，OK， 我没有放 lime green 啊，它是属于青的 category， 因为两个青，这个我放青，助理身上那个是 lime 啊，就说它这个呢一样啊，因为是夏天的关系，所以它推出的颜色都是比较 colorful 的哈。来，我身上的白，其实如果你买白色搭牛仔非常好看，帅气的了，因为我喜欢它 collar 加拉链这个 part 啊，你拉完起来它就是这样子一个 collar， 然后你拉下来 V 带 collar 非常好看。白色强烈推荐你衬回牛仔裤会比较好 ，OK？ 衬回牛仔裤，它属于 off white 啊，属于 off white，OK？、Okay? 袖子翻着，我身上的白拉链拉下来是 OK 的，刚刚好，不会太性感或者是走光，露不到事业线啊。这个来，露不到事业线。太了解 Elena， Elena 已经下单 DSM 了，你是他朋友来的，他已经下单 DSM 了。白色，来，我去换。你需要，因为你打两次的话，到时候我帮你 cancel 一个，我帮你 cancel， 因为你是留言两次，所以你会收到两次 link 啊。来 ，Penny 的是白色，留了，哎 ，Penny 今天好迟才进来哦。要啦，直接带走几个色吧，这个款式，因为是比较少有，加上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全新的，之前完全没有过哈。下单的话打 put color 就好了 ，OK， put 是 STJ32， OK， STJ32， 然后再打你要的颜色就好了哈。最主要价钱59，我要讲三次。这样多东西对，送拉链送纽扣，哎，送拉链送送 color， 送拉链送 color 59，很值得哈、啊，这个价钱59，所以我们一直。恐慌跟场啊，就是说看到几次，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价钱？太值得哈、啊，因为它如果平时 collar 的话，59已经算很便宜了，它现在加拉链给你，还是只是59而已哈。来，这个版本地白的版本，
这一套啊 ，silvery gray 啊 ，silvery gray 衬灰的是 lime 白色牛乐，这一套是必买。所以我讲你去打高尔夫球，这样子穿的好看。对，这个衣服你下场打球你一定要有 polo 的码，这个是非常适合，很好看。为什么我觉得有这样子一整套试上去的时候，我讲我要留这一整套了，显白的来又很。怎么很有活力的那个感觉？它带出来感觉它是比较高端的哈，比起就是说，比起你是那种、比起对，所以说这个啊，它整体它很简约的，可是我们常讲它简约的它不简单，然后再这样子同色系配起来，它整体带出来是那种非常高端的感觉哈。我那些老板娘啊，如果你这样子穿，我觉得很好看。如果因为你老板娘嘛，不需要说穿得很端庄的，你这一种配搭，它端庄的来，它 smart 的来，可是它有带那个 casual 的感觉在那边，然后是非常显年轻哦。对对对，重点是非常显年轻哦啊！要带走，一定要带走哈。Silver ring gray， 所以不懂那么搭，带走我的半裙这样子搭 ，silver ring gray 搭 moon miss， OK， 我去换青色。这次佩妮你在家 silver ring gray 给你留了，然后是 Pamela 一样哈，你的是 silver ring gray 留了。因为它太显白了，我觉得穿起来。就说你不知怎么搭的，你就这样子一套带走，我们帮你搭便便了哈，就不要翻回去。哎，我要搭这样子还是这样？你就这样子一套穿出去就可以了哈。暂时 inbox 没有人回复啊。如果你们是 inbox 留言的话，我们会关播了之后，我们就是点了之后有 balance， 我们才会一一分点 inbox 下单的顾客 ，OK？ 确保拿到的话，回来这里下单哈，不要 inbox 下单哈。送拉链送 collar 来配牛仔裤一样是搭得到，可能说你上班不能穿短的，其实你配西装裤也是配搭得到的，对，西装裤也是可以，或者是说像我这样子搭牛仔，你就 imagine 我下次穿的、就是，哎，主播也是搭牛仔 ，OK， 觉得休闲啊，星期五可以穿牛仔上班的 ，OK， 有 collar 还有 collar，OK，、okay? 助理身上那个是 lime， 特殊的颜色啊，对，显白的，所有的颜色里面它是最耀眼、最亮的嘛，这个、好配 OK， 对，这应该讲这两个是你可以二选一，对了 ，OK， 所以说你是比较时尚的，你是比较前卫的，你可以这两个是二选一，或者是这两个。是啊，想保守一点的就选我这个去比较啊 ，OK， 那个你想要特别选 lime color， OK， 我身上这个才是轻啊 ，OK， 面料很舒服，很凉爽，就对了。对，没有约束感啊，大弹，你不单眼很好看啊，你把腰不需要单眼转，我就是想单眼嘛，转不需要单眼，它就形成一个单眼的效果。刚才我穿那个短裙，我单眼是因为我要给你们看裙头，摆了不单眼就 OK 了，后面一样是这样子 red red 的一个效果 ，OK， 我先换黄色，所以说。就是说，像刚才讲的那个 hopping 跟我身上这个 line 这两个色比较耀眼的 ，OK， 你们可以这两个色啊，二选一这样子来下单。那这两个是属于白跟这个 moon silver gray， 你可以这两个色啊，一样啊，你这两个色可以二选一。当然你说上班的话，上班面说不能穿得太花俏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两个色，或者是刚才主播的那个青是 OK 的，因为这种是属于比较没有这么耀眼的颜色 ，OK， 你可以这样子来入手 ，OK， 对。然后黄色来讲一样啊，可能黄跟我身上这个啊，跟我身上这个，你这两个色一样啊，你可以二选一这样子来入手哈，很特殊嘞。OK， 我身上这个黄啊，很显白，一样非常显白。其实这个版型，我应该说这个版型非常好看。这版型很美，纯新的啊。这个版型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这个厂家的话，是纯新的款式，纯新的版型哈。配牛仔都可以。OK， 黄 ，silvery gray， 这个是白 ，hot pink。再来就是这个青加助理身上的 lime color， STZ 32，价钱只是59。六个色给你选啦，一定买得到，可能六个色你点不中的，因为已经是初期了，就差不多是那个 rainbow color 的颜色了哈。OK， 六个色59零级，送 color 送蓝链，有平常这样子的款式啊，常常我们这样的款式。
简单款五十九啊，通常是圆领这样子的面料，我们是卖五十九。为什么我们老送可乐？因为这个加了一领给你，再加了嘞，我还是卖你五十九，还是给你比旧价更便宜。OK， 真是比旧价更便宜哈、啊。拉链拉完下来不会走光，看不到事业线。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赶快来我自己和助理。助理会自留啊，这个会自留，因为你平常穿它多了一个小细节，就它有拉链在前面哈。来，接下来这个重头戏啊。好的，主要你的 SDS 65啊，你的粉色跟黑色留了，虽然价钱有一点贵。